信，不信用手揪嘴巴喂。两人三角，安全之吻，这里有一张卡片，你选到哪一个 ，Yuri 就要跟你进行这项游戏。我先把卡片洗乱，然后你凭的直觉，这个非常重要的决定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来。你们是刚刚后悔没有，就是叫我的名字叫很大声。伸出一只手，点一张。你先想着你最想要玩的游戏。一定永远最想要玩，不要说不要说，小声就好。来点一张，压着第一张吗？好，确定第一张。那你自己先不要看，你放在你的胸口就好，压着，自己都不要看，先保密一下。好，在揭晓之前，我先问一下 Yuri， 你有没有想要跟周先生玩哪一个游戏？全部看起来最安全的应该是打这个。不要，确定。